Double kill. Monster kill. 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Holy shit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商恩。今天是天赋全新英雄林月，是一位中国风的仙姑。有没有觉得这位英雄呢挺好看的，动画特效呢也做得相当的高水准。如果你喜欢这位英雄呢，请往影片点个赞，还没订阅可以订阅打铃铛。我们先看看这位新英雄怎么玩，这是天赋的实战。那我们先来说到技能组合，被动开始，被动接四。另外每使用一技能或二技能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叠一层被动，叠满两层呢会刷新下一次一二技能，而且呢会变成强化攻击，从两把剑变成四把剑。关于另外的一二技能呢，一技能金水式，二技能远山式，基本上呢都是一样的，射出两把剑，若敌方呢被两把剑同时喷到的话，会造成双倍伤害。一技能范围比较短，而二技能的距离比较长，那我们优先点完二技能呢，毕竟呢长一点比较好用，而且、二技能是可以搭配大招使用的，使用大招之后呢没有按二技能，这样只会把敌方击退，刚好击退到二技能的位置。另外的大招风起六爻，基本上呢就像树的大招哦，也是往后跳，只不过呢多了一个击退的效果，会把敌方击退，像这样子哦。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使用击退之后呢按一下二技能，会自动再射一发二技能，可以命中敌方英雄。这边的风筝中受了敌方的中路，敌方中路呢玩的也是林月，来看看这一场哪一队的林月比较厉害吧。那技能大概了解了吗？被动的是一二技能使用两次会强化并且刷新冷却，大招的话呢击退往后跳，就这么简单。英雄技能呢不算太难理解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瞄准，跟书还真的有点相似哦。瞄准你可以说它是法师版的书，给他这个概念呢，他伤害非常的高，高到很恐怖的那种。像这一场哦，待会呢会发生直接秒杀满血法师的事情上演，看下去就知道了，还真的是满血直接秒杀，没再跟你夸张的。出装一魔纹哦，小魔纹呢我们走的是全暴力流，全点呢增加百分比伤害，还有魔穿。核心魔纹呢大概是万钧圣雷，想要知道呢增加我们的一条爆发跟消耗。奥义的话呢主角是幻舞跟颠雾，中间 BU 精灵或者血魔都可以，看你喜欢。召唤师技能呢瞬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你要他击走呢那也没问题，受敌方的索纹。你们注意到呢，我们一二技能好像都很容易命中的样子，而敌方好像都射不太中，其实那是因为呢他不知道这个小诀窍。一二技能的瞄准呢可命中的范围呢比显示的范围更远一点，只要懂这个观念呢对你瞄准很有帮助，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瞄他的前面，那也会射中，尽管敌方走得比较远一点。那先进行消耗了，待会要准备击杀，而且注意呢在我们身上有一层被动哦，这个运运的不错，有一层被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连按两次二技能，第二次呢可以是二也可以是一哦，他跟卢米亚也有一点相似。那看完他怎么玩之后呢，再说说他目前的生存关系。这版本呢对上物己其实还挺弱势的，物己呢很克制我们，再来呢会玩的沙加也很头痛，我们很怕呢被贴身哦，被贴到一个控制呢可能会直接秒掉。我们大招呢有非常强的击退效果，会击退的很远，但是呢仅限于我们有大招的情况下。假设呢你用到了大招，在遇到敌方乌吉啊、瑞克呀、艾米丽这种呢，基本上我们是死路一条的。这位英雄强不强呢？我判断他会相当的强势，应该呢在职业赛也会出现，只不过他也刚好被目前版本的强势辅助所克制。像乌吉啊、艾米莉啊、瑞克啊、超人啊这一种，遇到他们呢我们都不会太好打。这边来上演一个一打二的单挑哦，才刚上演就结束了，没有地方的乌吉。我记得呢我们上一场在体验服也有敌方说我们是开图，看来呢不管台服还是越南服都有人说我们是开图啊。再来 OK 带走二技能呢，比你想象中的距离更长更远一点了。然后一技能的话呢就比较中规中矩，大概等于我们的普攻射程。再来呢
虽然交叠出两把剑的交叠出会造成双倍伤害，可是有时候啊，我们如果只能够命中一发，那也可以。这边被迫就要收你了，不然我们就要松头了。OK， 这边草丛我们知道有人哦，结果没想到他这么肥，直接大招我们就死掉了呀，可惜。这场龙猫是有位队友是挂机的，他是电脑，好像是凡恩或者是谁，不太确定。我们经常撑，终结的地方的乌鸡500块，看来他还是真的很肥。再来注意一下这位奇尔，奇尔还有大招哦，等他开完大招呢，落地点一把剑带走。打下来呢还挺难打的呀，主要是队友呢一位挂机，然后我们迪亚克好像不知道在干嘛。这场我们是没有辅助的哦，这次体验服常见的生态。那跟敌方对峙一下，比瞄准，一边瞄准一边躲呀，结果他已经往上面跑了，我们必须得追一追。看来是没中的，可恶呢，最后他们竟然没倒下，那没关系，还可以接受我们有收的地方收纹。这边的奇尔真的肥得不像话呀，肥尔呢只要出肥尔奇尔才对，把秒了，一个二一个一，奇尔只要出全魔穿呢基本上还是很强势的，只要不是坦克呢都可以秒。这边范围轰炸一下，这个大招完成双杀，这里三连杀。这场我们比较可靠的队友呢基本上就是拉维尔还有弗洛伦，其他人呢让我们比较头痛一点了。只不过呢这次我们试玩新英雄，新英雄还挺难抢到的，毕竟呢大家都在抢，而且我们还在熟悉熟悉这位英雄啊，比想象中的更容易相守，还是可能是我们比较擅长玩树的关系。你会玩树呢你会觉得它并不难呢。哦，刚刚我们判断错误呀，本来他应该倒下才对。我们说呢，我们的二技能跟一技能会比显示器范围更远一点。刚刚我是想用那个范围把它带走的，可是看来呢它是刚好超出了。其实啊，这位英雄有点像 DOTA， 有没有人知道 DOTA 是什么？有位英雄叫影魔，影魔技能组呢跟他就很相似。如果会玩影魔的话呢，应该也懂得玩这位英雄。而且啊，影魔也是 DOTA 里面的热门英雄。可惜呢，手纹没倒下呀，刚刚手有点歪了，应该大手才对啊。那游戏时间实在太拖太久了呀，敌方都已经肥起来，甚至满装，而我们的装备优势呢，跟人头优势已经没有了。这里奇迹是要发生，我们上一秒是满血的，哦，瞬间就消失了。敌方可是呢只有一两个头，死了很多次的。那样的灵月呢到了后期还能够秒人，可以看得出呢后期灵月有多么的夸张。这边呢很麻烦哦，七二甲过来普攻呢就可以秒掉我们的主堡了，我们舍身救主堡，最后呢也帮我们再延续了一段时间。可看起来呢还是相当的难守呀，刚好敌方呢乌吉跟奇尔还挺磕我们的哦，他们的灵月很拽哦，直接瞬移上来，竟然打得那么的嚣张。哎呀，我们的队友又爆炸了，他乖乖在家里守塔呢还有机会，毕竟拖了那么久时间呢，我们弗洛已经上场了，他倒下还有伏尔加，但是还是倒下了，被乌吉收了，我们打出乌吉的伏尔加。OK， 没办法了，剩下我跟凡人。我们先用一技能叠被动，然后尽量的清兵。手纹还有一个血，他交过瞬移。下路还有奇二呀。哦，这是换我们秒人呢，秒他们的灵月，但是呢，我们反恩直接爆开了。守完下塔之后呢，守不住中塔，最后也爆炸了。虽然这场主堡爆掉呢，但没什么关系啊，毕竟我们也充分展现出了另一个的可能性，相当夸张的输出。最大缺点呢，就是他太脆皮，
被碰到呢还是会把我传统的玻璃大炮法师。那我上恩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